市区豪宅频现涉样，何文田近日更连六选手个案，其中加多利丰两房单位减价逾两成售出，原业主持货四年账面亏损约151万元。同区胜利道一号亦有单位八年贬值约1.3%。市场消息指出，上述加多利丰高层私室，实用面积533方尺，早前叫价约1300万元，累减302万元，以998万元易手，尺价18724元。据了解，原业主2016年买入价约1149万元。至今贬值约13%。同区另一宗食样为胜利道一号低层 A 室，同属两房，成交价890万元，尺价16007元。原业主于2012年购入单位，是次转售账面损手约12万元。此外，北角维丰亦出现名赚实食买卖，世纪21北山梁属怡清，该盘中层 B 室一房单位，以约688万元售出，尺价24571元，原业主持货七年账面仅获利11万元，料可能蚀洗费离场。近日银主盘成交有增加趋势，消息指出，鸭脷洲深湾轩三座低层私室，实用面积511方尺，两房间隔，单位曾先后多次承做按揭或贷款。市传以约1000万元售出，尺价19569元。据了解，上址2007年买入价约339万元，至今升值661万元或约1.9倍。单位网上初步估价约942万元。市场消息指出，鸭脷洲海怡半岛日前单日64宗成交，尺价最低个案为31座低层四室。实用面积686方尺，以1000万元易手，尺价14577元。该屋苑本月累67宗成交。